刘仁豪底线，哦，被 Early 删掉。内又准备要来拆炸弹。Early 运一下之后，先传出去。哇，林炳胜这个垫步踩得好，中距离出口气。马龙底线压上，空心命中，这是个 buzzer beater。射中全场29次助攻，在昨天之前他们是联盟最不会助攻的球队。这边又是一个，看到猎鹰这边还是持续守着一个二三的区域联防。哇，那这样的话又让外围有一些，他就是变单阳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丹阳这样在 T1 联盟是很难生存的。林炳胜拿到球就出手，三分球。战术，吴志伟这边总教练马上喊又 double 了啦，所以斯高廷这边两边一定都有做。哇哇 ，Dino 跟至少 Jordan 这两位可以在场上得分的好手。这个球 Early 进算准备加罚，44-39，阿巴西。哇，也是个飞人，肯定啊，张伟强的身体素质也是相当的好。而你的抛投，哇，得分真的两罚中一。而你蛮乐于分享球的，给到谢亚轩。上半场剩下倒数两分钟，谢亚轩换到另外一侧又有。谢亚轩连中两颗三分球了，而你溜进来单手摆进。18，蒋乔安想要靠速度来追着 Early， 没成功，是吧？巴西又一怎么处理这个球？ Early 会自己打掉吗？应该是被自己打掉，自己来投这个三分球投进，这让特工现在至少三节打完。Jordan 打球其实蛮合理的哦，因为他虽然自己会得分，其实他打球都会。那秉胜跟吕继儿第三节的表现，光哥看起来是不大满意。阿利玉的配合。阿里来了，马龙的进攻篮板再给 Early， 脚步跨得很大，这边也要跟二加一。今天其实策略上 ，Artino 只要看到谭杰龙或是查拉蒂，就是往禁区打。这是 Early 的个人能力，他的手上，查拉蒂进攻篮板给到阿巴西，再回给 Early， 外围比一下，晃开了 Garcia 溜进来，哇，这个脚步变幻万千，分给到谢亚轩。哦 ，Early 外围大空档。哎呀，算两分而已，没错。其实对猎鹰来讲还不能算是绝望，还有机会啊！但是这个防守篮板没抓下来。哇，这一球回又给一个阿里又给谢亚轩出来，最后回给 Early。今天 Early 阿巴西，哇，这个发球进来出现失误 ，Early。这个球还要攻吗？应该是不会攻了。喂，不对，马龙，哇，在大。